我刚才呢，写错了一个 inverse function theorem 的那个微分法规哈，这里有一个微分号在这边的哈、哦，请大家注意一下。啊、哦，那个部分已经擦掉了，现在补回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是要讨论这个extreme value theorem 的应用，当然也是来彰显我们这些连续函数的所谓的重要性啊。那我们看看这个 row 定理，这个 row 定理是在微分学来说是重要的，因为呢它是这个 mean value theorem 事实上是利用它来证出来的啊。那定理是说什么呢？ F 是 continuous 在 B 区间上面，然后在开阶段上面它是可为，而且端点值一样，则我们就有一个中间呢会有一个点呢，它的微分是等于零。图画是非常直观，就是我现在呢有一个 AB 啊、哦，那我的函数呢有可能是这个样子，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啊，无论如何在每一个状况底下呢，我都会有一个，因为它在里边是可为，所以呢我都会有一些点呢是它是切线是水平的，换句话说这个微分等于零啊，事实上有时候是不止一个点啊，有可能很多，那我们只是说存在一个是保证的，其他的就看状况了。我刚才也说了这个 row 定理呢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个 row 定理呢是可以imply mean value theorem， 而 mean value theorem 在我们微分学来说呢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一条定理啊。我们的它有起码有两个重要的推演，第一个是我们的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呢啊，微积分基本定理呢是靠着 mean value theorem 来做的，那这个在后面呢我们会证啊。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譬如说我的 f prime 从这个 mean value theorem 呢，我 f prime 如果是大于零的话啊，那在一个区间上面我就知道，就是它是那个 f 呢是 strictly increasing 啊，我们可以用利用微分来知道那个函数的增长啊，它是递增递降啊，那事实上也是一个 mean value theorem 的一个应用，对不对啊？你要看比如说 fy fx2是不是比 fx1 大，你就是看利用 mean value theorem， 就是说它是等于一个 f prime c， 而这个 mean value theorem 就是说它是等于某一个中间点的那个微分，那如果 f prime 是恒大于零的话呢，这个是恒大于零， x2 比 x1 大，这个分母是正的，这个是分子也是要正的，就表示说这个 fx2 就是要比 fx1 大啊、哦，是 strictly increasing， 很多应用。那我们的Taylor expansion 定理事实上也是 mean value theorem 的一个推演啊，啊、哦，那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情，就是也是重要的，也是用 f prime， 如果 f prime 恒等于零，就表示说 f 等于 constant， 好、哦，那这个在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啊 ，f prime 恒等于零，我在区间上面，在一个区间上面。我在区间选一个点叫做 X0， 任何点跟它的差异都可以用这个 X0 这个东西来做，我现在这个红笔 X0， 那均值定理就说这个，可是呢现在是微分是恒等于零，那什么所有的 X2 点函数值都要跟这个 X0 的点一样啊 ，x 零是固定的，所以它就是一个 constant， 就是我这句话，啊，那这个很重要哎，怎么重要？我们的不定积分是怎么来的？不定积分是说，
我如果我有办法找到一个函数 f prime 是等于小 f 的话，则其他的函数跟它的就是我的不定积分就一定是等于 f 加一个常数。不定积分是这个样子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哪一些函数它的微分一定是等于小 f 的呢？我先找到有一个大 f， 它微分等于小 f， 那其他的能够微分了等于小 f 的函数一定跟它差一个常数。事实上就是这句话，因为这个用大 f 来看或者是大 f 加大 g 来看，如果我有一个函数它是 g 跟 f 同样都是微分等于小 f， 则它们的微分它们的差异的微分不是也很等于零吗？所以它们是常数啊，所以它们这个小大 g 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原函数，这个原函数的所谓的唯一性，这个我们不定积分的那个这个做法是合法的你找到一个例子，其他的就一定跟它只差一个常数，那就简单了这个世界就简单很多了那所以这些都是 Minimal Theorem 的一些应用，那而根是在 Row 定理，那我要说 Row 定理根是在 Extreme Value Theorem 整个理论的架构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我们要说，我先看这个图，我要说你有一个点它的微分等于零，事实上这个点是什么点比如说在这个来说，你这个不是就是一些极大值吗甚至我不要看什么极大值，我看最大值，这个是最大值，最大值的微分就是零啊，那最大值就是 Extreme Value Theorem 保证的嘛，不是吗所以在这个 Row 定理来说，它的那个整个证明就是这个样子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保证了 Extreme Value Theorem 是可以用的我就是存在一个 XM 跟 XM 在 AB 里边，使得呢就是 FXM 是 maximum of F 那 FX 小 m 就是 minimum of F， 那我就是要在这些所谓的最大点跟最小点里边做文章那有三个 case， 我害怕是什么呢？我害怕是你的最大点呢，事实上就是在边界，比如说这种状况，如果你的最大点是在中间的话呢，我就好办了怎么说，如果 XM 不等于 A 也不等于 B， 换句话说它就是在中间它就可为了这个 F 就在这个 XM 这个点是可为，所以我就是说 F 就是 F 是 differentiable at XM， 那我看一看 F prime of XM 是什么， by definition 就是等于 limit F 的 XM 加 H 扣掉 XM 除以 H 趋向零，不是这样子吗那你在这个点是我的 XM， 如果你在中间你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你这个微分我要说它是等于零，这个事实上不难看得见因为你从一边它是
它是比它小的，从零微安它是比它大的啊、哦。怎么说？我们可以用右极限来看的，就是你的，如果你从右边来看，这个是最大点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比它小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这个 limit， 你这个差本来就小于零，小于等于零，所以 take limit 以后也是要小于等于零啊、哦，你不能大于零，是这样子。那另外一边，从左边看，啊、哦，你有 limit， 你当然有右极限，也有左极限啊、哦。那所以我可以分开面。如果你从左边看负的，这个是最大值。左边看的话呢，这个 h 是小于零，而分子也是小于零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分数是大于零 ，take limit 大于等于零。所以从左极限跟右极限来看，它既要小于等于零，又要大于等于零，因此它就是要等于零，哦。啊、哦，这个应该不难去讲清楚的。啊、哦，那我刚才就说了，事实上，所以如果 x m 在中间的话，你就是微分等于零，一定是对的。哦，它就是我的小 c。我害怕是什么？害怕是不是？它不是在中间，它是在端点。比如说是这样子一个状况。比如说在这个状况底下也还好，我就不看 x 大 m， 我看 x 小 m， 啊，我总是有这个小 m 这个点，啊，是也是有在中间。那用类似的分析，我当然是可以出来就是等于啊 x 小 m 不等于 a b。那换句话说，它是在中间啊，那它就是可为了。那我就similar， 我就说我这里不说啊 ，similarly， 它就是我的小 c 啊，有没有可能？X 大 M 跟 X 小 M 都是端点，不可能。我说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、啊。有没有可能 X 大 M 又等于 AB，A 或 B，X 小 M 也是等于 A 或 B？ 啊，那这样子你就没有中间了，哦。但是这个情况还好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的它既然是等于，比如说你 x 大 n 等于 a，x 小 n 等于 b， 可是 fa 跟 fb 是一样的 啊这个是我的条件，它是端点是水平的，那是不是表示就是如果是这种状况底下，我的 x 大 m 跟 x 小 m 的函数值都一样，都一样什么意思？你这个是 maximum point， maximum value， 这个是 minimum value， 它们居然会一样，表示什么？它是个常数函数，它每一点都是零，在这个区间里边。它每一点都是零，啊、哦，那所以三个 case 就解决掉了，啊、哦，无论是怎么状况，我都是结论是 in any case， 我都存在一个 a b 的点，使得 a prime c 要等于零，啊、哦，这里核心就是说我一定有一个最大点，跟有一个最小点。啊、哦，然后呢，我就在那边做文章，那你就看到就是这个 extreme value theorem 的
那个重要性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边呢，就是讨论了那个连续函数跟它的一些基本的性质啊。那最开始的时候就是 limit 啊，我们是可以用 limit 来看 limit f(x) 等于 f(x)0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你不是区间的话呢，就麻烦了。所以我们呢，有一个 epsilon delta 的定义，然后也有 sequence 的一个进入去考量这些 limit。发觉呢，用 sequence 有好处，因为sequence 我们已经前面呢做了一些苦工了，那所以在理论上面呢是蛮方便的。然后接下来就三个大定理，对不对？啊，在连续函数来说，就三个大定理啊，极值定理、中间值定理跟均匀连续的定理啊啊，那极值定理跟中间值定理呢，我们大概这个应用呢是看得很清楚的，均匀连续还没看，下一章我们要来看哦。那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性质哦。那所以这个就是连续函数的核心，它是我们微积分，如果你要仔细看看微积分的理论来说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。那在这个基础底下，我们后面的讲这些微分积分才讲得过去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就要下去的咯。重要定理的证明事实上也是可以记一下的，比如说我现在马上想到就是说Cauchy sequence 啊，必然收敛啊，事实上那个证明不难的啊，你碰到那些什么区间套定理可能会比较烦一点啊，那其他有一些是还不难的，比如说monotone convergence 定理的证明很简单啊，就是你了解 supremum 就完了，或者是 infimum 啊，那对，如果你要拿高分，你就是要记一下这些定理 ，OK 哦，那这些定理的证明你有记一下的话，事实上就是说，如果你有搞通的话，它就是你的基础去应付一些其他出来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原理是这个样子啊。为什么我们要将这个理论要讲？一方面是让大家很有系统的去通透它，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就是你抓住这些基本的技巧，到有一些习题有一些问题走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利用它活用它去解决问题啊。那是这样。